前人的话，感恩天恩师德祖师的宏慈及师尊师母两位老大人的大恩大德，让我们有机会来的闻大道，也沐浴在道喜之中，也让我们有这一次机会再来开传灯营，主题为济公老师普渡三曹的主要经典，名为济公活佛，就是真经，实为一部应时应运难得之经典。此次借着济公活佛就是真经，来让我们每位兄弟姐妹道学更精进，心灵更提升，智慧更高超，信心更坚固。济公活佛应时运办三曹收元大事，诗曰：南平济佛下凡尘，护见修元负重任，扭转乾坤八方阵，大道普传救众生，菩提护道聚法财，欲令众生智慧开，应运妙法是真经，醍醐灌顶破天机，至心奉行脱苦轮，逢凶化吉定真祥，达心顿悟真心觉，大慈大悲真自如，师尊老大人名魁身，字光弼，道号天然，祖籍鲁西山东济宁城，南乡双流店人，生于前清光绪十五年，陆祖元寂后，天命道统赞，由陆氏中杰尊称陈姑奶奶代位长礼，后世传至公长祖。民国十九年庚午，八卦炉中，皇母勒令公长子系二人成命，命位十八代祖，又称白羊二祖，掌道盘普渡三曹，办理末后一这恩师一代圣人，天命名师，万世师表，仆仆风尘奔波度众生，悠悠岁月办事于七皇，一生事业行，素望之志继承道统十八代。我们这是有这么好的机会的文超生了死，知道应该好好把握此难得的机会，首先应树立个人的品格。老师曰：殷勤塑造积极进取的修办人格，沉静塑造笃实谦恭的修办人格，负责塑造刻苦耐劳的修办人格，担当塑造大无畏牺牲的修办人格，感恩塑造体谅互助的修办人格，不忍人塑造慈悲喜舍的修办人格，不争塑造退让有礼的修办人格，不怒塑造真祥安稳的修办人格，不愿塑造含和宽容的修办人格，不斗塑造柔直顺从的修办人格。此之修办人格化成人间语，细细丝丝，喜鹊欠尘，诸根有情蒙沾润，幻化飞升正弥陀愿意，此互相共勉之。2011年7月30日后学周茂年景致100年新义神元山义和盛堂传灯营课程表，第一天7月30日新
其六，时间课题，讲师分钟，七点、八点，报到操持，六时，八点、八点四十分，献供、开班、致辞，前人、点传师，四时，八点四十分、十点十分。济公活佛救世真经，灵医沈阳明，讲师九时，十点十分、十点三十分休息，二时，十点三十分、十二点，济公活佛救世真经，灵二郑小芬，讲师九时，十二点、十二点三十分。蔡根香操持，三时，十二点三十分到十三点三十分，午休，六时，十三点三十分到十四点三十分，体验课程操持，六时，十四点三十分，十六点，济公活佛救世真经，零三李永祥，讲师九时，十六点、十六点二十分休息，二时，十六点二十分、十七点五十分，济公活佛救世真经，零四岑华林，讲师九时，十七点五十分、十八点二十分献香，三时，十八点二十分、十九点晚餐操持，四时，十九点、二十点三十分晚会张永汉，讲师九时，二十点三十分、二十一点三十分轻声细语单位专员，六时，二十一点三十分至负二十二三十冠喜，六时，二十二点三十分之前就请。第二天七月三十一日星期日，时间课题，讲师分钟，六点三十分、七点起床操持，三十，七点、七点三十分早献香，三十，七点三十分、八点早餐操持，三十，八点、八点四十分开班致辞前人点传师，四十，八点四十分、十点十分济公活佛救世真经领舞，李文雄讲师九时，十点十分、十点三十分休息，二十，十点三十分、十二点济公活佛救世真经，零六陈永红讲师九时，十二点、十二点三十分蔡根香，三十，十二点三十分、十三点三十分午休整理寝室，六时，十三点三十分、十三点五十分照相操持，二十，十三点五十分到十五点二十分体验课程操持，九时，十五点二十分、十六点三十分心得回想操持，七时，十六点三十分、十七点致辞闭班前人点传师，三十，十七点、十七点三十分打扫，三十，济公活佛救世真经济世群生照三千
公正无私可达天，活用真经传万事，佛法无边化大千，真经应运出，灾消劫，除大道尊，修身化世，立功勋。八八圣即佛圣先，真发慈悲，德泽群生的光辉，东来紫气展，普渡三，曹开妙玄，应身下凡，施天然，中土有缘分，继往开，来万八春，白羊逢运，道现存，青红运已隐，阳光普，照道德阳，万邦咸养，运大同，家家佛光照，灵山如来进观招，无师指点，路一条，千金万点有，未闻真，今说因由，有缘名师会相求，开太白阳运，佛经说，破朦胧云，善至于止，离苦轮。二六十首一，五气潮，元一季飞，莲花座上，会丹池，尊者本罗汉，丈六经，身照世间，济人醒世，皈依安，心明善男女，经文物透莫迟疑，受师点化，脱苦之，学至中康病，心成靶，今奉佛名，一切灾殃化作尘，道大为天大，至尊至贵点灵台，应运开泰，万象财，善智慧朗朗，立身行，道内外公，理正市民，天下通，古今谁无错，过勿惮，改入善科，科成过后，苦海淘，士农及公甲，至心长，念福德高，阖家平安，万事和。经文虽浅近，不可视，未顶上云，奉行真经，脱苦轮，心诚前拜送，消灾解，恶离苦障，逢凶化吉，定真祥，朝夕诚心念，心明神，轻身不颠，万病解，孽不缠，念经心头正，驱邪除，会事安宁，福禄甘圆，亨利贞，诵此活佛经，福慧双增长，诵此活佛经，子孙的安康，诵念活佛经，功名利禄的平步，诵的真经文，永世化，未及若为父母诵，父母的长寿，若为王化念，王灵的超生，若为亲，有求病殃，病殃的安全，全家老，又同生念，老幼保安康，诵念济公真经，免灾又消难，诵的济公真经，觉悟第一仙，真经广布十方界，诸菩萨同赞曰：济公活佛大慈悲，为救九六众元灵了。
人生死生路。济公活佛曰：家中有本真经，可保平安。不诵此经，奉上神桌，却保尔除邪魔永消灭。真诚诵此经，不经说经典，功德无量，福无边，老幼康安，寿延年。弟子追抛欧稽首顿首，奉恭请南无大慈大悲求苦救，南济公活佛时叩首，南无大慈大悲求苦救，南天然古佛时叩首。为了你好，请您坐好，用心听好，钱多钱少够吃就好，人丑人美顺眼就好，人老人少健康就好，家穷家富和气就好，老公晚归有回就好，老婆唠叨顾家就好，孩子从小就要教好，博士也好，卖菜也好，长大以后乖乖就好，房屋大小能住就好，名不名牌能穿就好，两轮四轮能驾就好，老板不好能忍就好，一切烦恼能解就好，坚持执着放下罪好，人的一生平安就好，不是有钱一定会好，心好行好命能改好，谁是谁非天知就好，修复修慧来世更好，说这么多明白就好，天地万物随缘就好，很多事情看开就好，人人都好日日都好，你好我好世界更好，总而言之知足最好，这张短信真的很好，不发给你是我不好，发了给你大家都好。老师的话：一、十大要务十大贤才，天任要载道济世事，玄干转坤之才，圣任要弘道策动事，驾驭直持之才，密任要护道周盛世，定难决疑之才，坚韧要扶道拓荒事，勇猛果敢之才，全任要明道者学士，金石切领之才，即任要行道治世事，变通机智之才，凡任要乐道见术士，克勤俭约之才，大任要爱道立命事，担当成务之才，私任要体道应人事，洞察正境之才，二知命立命行道办道，不知失命办道无益，不培内德行功无益，不解自信作丹无益，三心有准神如意可结，心有准神何中结空，能生妙细品味，圆转人生二六配词，乃吉祥如意节。四故人他庐山寻真，故人相遇在他，欲问往事成感伤，仰头饮尽一杯酒名，日天涯又何方，人多欲念性蒙必备，觉何成千果因，庐山真人进山寻乱，拜罗言无悲鸣。五
三名古道玄黄本根，三名文古道真基普显东林，玄黄运本根无极神宁一贯。六对境忘己之觉和神，对境忘情恋己虚心，实复修身，动远神行空色之觉练和六神。七有德有道有性有命，必有其德方得其道，必有其性方得其命，物阴阳之理也。八有忍有正有平有灵，必有其忍方得其正，必有其平方得其灵，参妙玄之机也。九一尘不染清净之道，欲念千禅难免真名，夺利一尘不染乃名清。尘根清净方得练己，度人万物不生畏之境。十阴阳谢理五行造化，天地者阴阳谢理之实体，万物者五行造化之根基。十一三教体用名其本末，如言体用名其本末，知用而名体，道分清浊名其升降，积浊而扬清，单观动静名其定慧，触动而取静。十二有乃非真无，谓大觉，心有所求而谓善矣，呆福报非真修也，一魔所欲而立功矣，行善举事大觉也。十三物之原化人之势力，物以土而生终归于土，物之原化也，人以气而活命丧于气，人之势力也。十四歌高怀清逸在养玄，咏歌欲高静雅怀似冰清，远景须在意菩提养玄经。十五无情多情生情忘情，无情多情日月运行，生情忘情自然天性。十六菩提的境是成真反顾家，一菩提一菩萨天水离尘沙，一慈心一净土涅盘正万法，一悲愿一莲花芳华苦趋化，一尘真一觉净了悟反顾家。十七含藏有福道，德乃利至藏于鱼而辅之矣，谦下则得欲巧藏于拙而辅之矣，直量则得错勇藏于切而辅之矣，浩然则得固恭藏于让而辅之矣，廉洁则得脏禄藏于约而辅之矣，知足则得见学藏于勤而辅之矣，正知则得和宽藏于恕而辅之矣，不住则得利容藏于厚而辅之矣，慈悲则得欲。十八转时成天堂，转至难脱苦，转时未至天堂境，转至未时难脱苦。十九我傻非傻能卖故他，人皆笑我傻，我傻心不假，外衣被褐麻内在放光华，实在磨不灵又可耐风霜，谁能识得我千年脉故他。二十悟心见性非观神妙，悟者寻心望者觅佛，
智者求己，愚者求神，明者见性，痴者见妙。二十一，丹的玄珠，道参备也。丹入至虚，万物皆空。定丹以的玄珠，道参无极，一尘不染。陪道以参备也。济公活佛就是真经。零一，后学沈阳明。一前言。一经名济公活佛。济公活佛，俗家姓，名为李心远，或称心远，修缘，修缘。据说是来自于天上的降龙罗汉，由于渡人，济世的机缘成熟，于宋高宗绍兴二十年，西元1150年，或说高宗绍兴十八年，或说宋光宗元年十二月初八日，或说宋光宗三年二月初二日，或十二月初八日，臣愿下凡，出生在浙江省天台县，星号救世，是指救度世间的一切人事物。星号真经，这部经点的功能是要唤醒每个人本真的灵性。济公活佛就是真经，乃是济公活佛为救人济世而垂降的训点，是希望有缘接触者能以拥有读诵抄写研读实践圆满的一系列修成，投众生之所好的方法，一步一步来引导众生完成其救世的心愿，用心良苦。二目的做到，大学所载，自天子矣，至于庶人，一世皆以修身为本，人人的根本本性进化了，当然家庭也进化了，社会也进化了，国家也进化了，世界也进化了，人间净土就这样形成了，世界大同的社会也成就了。二观首师解说，济世群生照三千，公正无私可达天，活用真经传万世，佛法无边化大千。一济世群生照三千，一小世界以一千为极，而形成一个小千世界，一千个小千世界，即成中千世界，一千各中千世界即成大千世界。此大千世界是由小、中、大三种千世界所集成，故称三千大千世界。然据证却推定，所谓三千大千世界，实则为十亿个小世界，而三千大千世界实为千百亿个世界，以此来形容人间纷纭的诸相。二公正无私可达天，是济公活佛救人济世的招牌，也是他老人家度化世人的法宝，更是让世人能进入天堂的必要条件。因而修行人当要时时检视自己的心境，是否时常保持公正无私。三活用真经传万事，活用用于生活当中，真经会产生功能，探究其中的含义，并且将
其精神用在日常生活中，使我们的生活品质能提升，让我们的心灵能进化，令我们的困扰烦恼能减少。当其功能可显著于人间，活用者皆能受益时，世人就想拥有。推行真经也因此能普遍施行，流传万世就容易了。四，佛法无边化大千，佛所说的教法无量无边，可以教化三千大千世界的所有众生，众生的烦恼无边无量，当然佛法也要无边无量。八万四千众生，八万四千法门，化有教化、教导、感化、化导、教化、引导、化义、利益、教化、化度、教化、嫉妒等作用。大千是指三千大千世界。三，本文解说真经应运出灾消劫，除大道尊修身化世立功勋，八八圣即佛圣仙真发慈悲德泽群生的光辉，东来紫气展普渡三曹开妙玄应身下凡施天然。一，真经应运出，真经是应时运而出现，三其末劫时道劫并降灾难，所以警示为恶之徒，希望能从制止其恶行，达到尽化其心念。二，灾消劫除大道尊，灾劫降临人间的因由乃是世人自己造业，自己找罪受，上天所定天律是众生共同依循的准则，众生只要遵天律而行，自然灾消劫除。济公活佛济掌道盘，为消除众生的灾劫，提出修道修心的究竟法门，只要人人真心修道，人心净化，必然可以灾消劫除。大道既是救人的尊贵性，自然显现。三，修身化世立功勋，大学一书记载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，自天子矣至于庶人，一世皆矣。修身为本，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。可见修身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，度化世间善男信女，建立功德德性。四，八八圣即八八相乘为六十四，六十四代祖师一条天命经线传承。五，佛圣先真发慈悲，圣佛先真本是人间修炼的成就者，眼看世人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，各个大发慈悲效应上帝的救世的号召，或道庄下凡，或灵坛垂训，各显其能尽力来度化众生，希望人人都能得救。六，德泽群生的光辉，当我们获得顺境时，应要多布施行善，以
弥补不足的德量所带来的不如意。圣佛是德量具足者，因而灾难不容易降临。其德量之所以能具足，除了自性能自度，使智慧光能发挥功能外，还能德泽群生，教化引导他人走上修行之路，并能成就圣佛仙真。七，东来子气斩。老子东来现子气，圣人出现。八，普渡三曹开庙。玄白羊旗大开，普渡三曹。天曹，气天神仙的曹，地狱幽冥鬼魂。人曹，人间善男信女。开庙玄传三宝心法，开千古之玄门大道，广布九应身下凡施天然。应身顺应所化众生之机性而显现之身，恩师张天然。四，结论。体天心，察天时，知天命，报天恩，济公活佛就是真经。零二，后学正小分。一，前言。二，本文。中土有缘分，继往开来万八春，白羊逢运道现存，青红运已隐，阳光普照道德阳，万邦咸养运大同，家家佛光照，灵山如来静观招，无师指点路一条，千经万典有，未闻真经说因由，有缘名师会相求，开太白羊运佛经说，破朦胧云，善至于止离苦轮。三，本文解说。一，中土有缘分，既往开来万八春，白羊逢运道现存。中土，一，中原中国。二，有文明的地方，有佛法传播的地方。三，四性所在的继往开来，继往圣知觉学，开万世之态平，万八春一万零八百年，星号缘分的重要，星号道统的传承，佛佛为传本体，师师密附本心，师尊一条经现造完成，能与修道作根恒。星号白羊逢运 vs 生不逢时。二，青红运以引阳光普照道德阳，万邦咸养运大同。青红运，青阳旗语红阳旗的应运，阳光普照白羊旗应运大开，普渡衔接普及感应仰崇敬依赖。星号先修后的先的后修，星号三曹普渡到传万国九州，星号儒家应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星号晚世界为清平化人心为良善，即世界为大同。三，家家佛光照灵山，如来静观招，无师指点路一条，家家以每一家
指多数家庭有佛堂耳。每个人皆有佛性，每人皆能求道。灵山，指佛性所居。住之地，如曰灵台。道曰灵观，是曰灵山。观，用心来看，观照，万物尽观皆自得。无师，即公活。佛，办理三曹普渡之。大明师。师尊云：大道降世，起迷津，因时至一事。知者，师领老母之天命，普渡三曹仙鬼人。三界十方有缘枕，谆谆告诫化劫分。路一条，回天之路只此一条。明明白白一条路，千千万万不肯修。师尊，如果走离开了这条道途，又那里寻找新的出路？四，千经万典有未闻，真经说应有有缘名师会相求。心号黄母训子十戒，名一法之万法，法法净晓，千佛经万圣书，义理贯通。心号师尊云：真道真命，真人伴，名师一点，即超凡仙刹各教引。人善幕后依着枕三盘，万教归一名真面。西首朝清乐陶然，天真收元挂圣号仙，说后应礼不谦。五，开太白洋运佛经，说破朦胧云善至于止，离苦轮。心号师尊云：为叹众身埋没深色，迷失本来临明，长城苦海。若非三奇道成普渡之运，上乘大法奇异，闻之顿教真法的者，缘分深厚，实体本来涵养德性，道成果就，则超凡入圣矣。四，结论：师尊，真道起迷印，运降三曹佛子俱沾恩，当知是愿佛潜力了，愿方能大智身，时时报道率性进修，迷声色昧灵魂，世俗尽是黄粱梦，即尘烟能久长存。得点知性之所以明，得人人在清明。刻画古礼富尧舜，一道同风处处春，济公活佛就是真经。零三，后学理永祥。一，前言章旨：修道要下真功夫。一，定要时时刻刻专心。一，亦谨守本性的清白，使得金木水火土等五藏之真气能够朝向元神。如此经过一季，功圆果满，自然可以飞升，回归自性莲花的座位。道经却单持前朝会上帝。二，本文二六十首一五气朝元一季飞，莲花座上会丹池。尊者本罗汉，仗六经身照世间，济人行事归依安。心明善男女，经文物透莫迟疑，受师点化脱苦之。学至中庸病，心成霸经奉佛名，一切灾殃化作尘。道大为天大，至尊至贵点灵台，应运开泰万象财。
二六十首一五气潮，元仪既飞，莲花座上会丹池。三本文解说，一二六十首一五气潮，元仪既飞，莲花座上会丹池。二六阴阳说，即时间说，时时时刻刻，片刻不停。守一守住道，守住玄关，守住中庸之道。五气金木水火土，五脏肺肝肾心脾，五常一人智理性。一季有十二年，之说有一世纪，一百年之说。莲花座莲台，九品莲台会相见，或是约定。丹池台阶，星号五气朝元。一星血蛇步，为神守心火里营，元神食神。二肝精鼻不朽，魂在肝木人杀，元性游魂。三皮肉四肢部，动意在皮，土性旺，元气旺意。四肺皮眼不适，魄藏在肺，精意道，元情鬼魄。五肾骨耳不听，筋固肾水至久，元精浊精。二尊者本罗汉杖。六金身照世间，济人醒世归依安。张指此段是说明记，公活佛的本尊本来就是西方十八罗汉中的降龙尊者，已在立劫修成丈六金身，如今三期末劫为普渡众生，再度下凡来教化世人，以其德光照亮世间，记住众生患醒世人皈依三宝，令世人得以安心处世。星号尊者只记功老师，上天降龙罗汉阿罗汉的尊称，又称作贤者圣者净命长老慧命巨寿等等，只具足智慧与德性的受尊重之人。星号罗汉其意志应功应真，杀贼不生，无生无学，真人只断尽三界见思之惑的正的尽智，堪受世间大供养之圣者。星号丈六金身，乃至佛的三身之一，是变化中的小身，因其高约一丈六尺，成真金色。星号金，金为宝物，不惧火炼水浸土埋木压，为五行之王，五老之灵任毁不灭，故佛身称金身，道体称金丹。三心明善男女金文物透墨迟疑受施点化脱苦之张指此段是明记，公活佛希望诸位善男信女有缘修道，一定要明心见性，将真经的经文深入彻悟，依真理而去修行，不可再怀疑迟缓，要在大难来临之前寻找名师，受名师点化，明理实修，才能真正脱离苦难。
星号星名善男女，九是善男信女在道场上修行而不受不良的习性、秉性、习惯所污染，进而修道明心见性。星号经文悟透莫迟疑。此段是说明古圣先贤对修道过程的体悟，从烦恼进入菩提的实际经验所做成的记录，让后人修行时的依据和参考。星号受师点化脱苦之，自古以来所有圣贤先佛的成就，都必须有名师的指点。例如释迦牟尼佛的智慧量也要燃登古佛的受记，又如六祖慧能大师之智，也需五祖弘忍大师的印证。谭真师记中记载，凡情看破有何言，无挂无碍是真权，时时不离玄中妙处，处皆为极乐天，世界极乐本自然，莫由世人莫怨天。名师指点须心受行立坐卧在当前。四学至中庸并心诚把经奉佛名，一切灾殃化作成章旨。此段是明学道的功夫，一定要达到中庸，才能趋于圆满。修道修心，一定要诚心，将经典的真义奉为至上，并从念佛名的方法渐入深静，彻悟成佛之道，以行深证入佛道。一切灾殃才会化成尘埃而云消雾散。学至中庸并心好学，大学心好智，格物致知心好中庸，四书之一心好并一同一起，不偏不倚心诚把经奉佛名。恩师慈悲，我们修道修心，我们办道静心。心好心是修道的主体，净化心境是最高目标，成佛成圣成真是正道的名号。这一切的过程都需要诚心去进行。心好诚，中庸篇诚者天之道，诚之者人之道也。心好诚者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从容中道，圣人也。心好诚之者则善而固执之者也。心好经指就是真经，心好佛名指记功活佛。五道大为天大，至尊至贵点灵台，应运开泰万象财章旨。此段是明修持大道最重要的要点，唯有尊道尊天为大，一切以天律为主，按上天的道理行事，求道修道。最尊贵的事情就是要将自己的灵台点开，让尘封已久的佛性得以发挥其智慧，才能在三期末节大道就是中应运，不因三期末节而受害，却因三期开泰而受益，万象得以才度成就。道大为天大，道德经第25章
有物混成先天的身，既息辽息独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为天下母。吾不知其名，自知曰道，强谓之曰大。人法的的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心好大，真正的大是小而无内，大而无外，尽虚空，遍法界。如老祖师弥勒古佛，大度能容；如恩师济公活佛，大公无私。至尊至贵点灵台，心号至尊，凡夫俗子，是以权力、地位、钱财为尊贵，修道世事以品德为尊贵。六祖坛经忏悔品：善知识归一觉，两足尊归一正离，欲尊归一敬众中尊。心号灵台指心性，三毛真君慈悲，灵台战战似冰湖指许元神，在里居若像此，中流一物岂能正道，何清虚应运开泰万象才，一经无极而太极，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八卦重叠而成六十四卦，384爻在在交叉运作而才成万事万物万象。四结论，这一段是在说明我们济公老师的前身及他的悲怨。既然我们是济公活佛的徒弟子，我们是否也要效法他的慈心悲怨？道化家庭将道传遍万国九州，济公活佛就是真经。零四后学层华林一前言二本文，善智慧朗朗立身行，道内外公理正是明，天下通，古今谁无错过误旦，改入善科科成过后，苦海淘是农及公甲至心肠，念福德高阖家平安万事和。经文虽浅近不可视，为顶上云奉行真经，脱苦轮星辰前拜送消灾解，恶离苦障逢凶化吉，定真祥。三本文解说：一善智慧朗朗立身行，道内外公理正是明，天下通，修道的功能要能开发，人人本具的善智慧使能爽朗明照，即这修道行道的功夫，己利利人，建立本身的内圣外王德量，使的大家都能明白事物，正确的推行道理，天下自然能够通畅无阻，事事顺利。善智慧朗朗立身行，道内外功：一忏悔改过，二学习忍辱，三涵养德性。 A 心量广大， B 慈悲喜舍，四实践。 A 度人，清口设坛开荒， B 财师法师无畏师，理正是明，天下通。一俗语说，有理走遍天下，无理寸。
不难行。二论语卫灵公篇，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三中庸，凡事欲则立，不欲则废，言则定，则不竭，事前定，则不困，行前定，则不咎，道前定，则不穷。二古今谁无错过误，但改入善科科成果，后苦海淘。修道要能原谅别人，改善自己。古今中外，有谁没有犯过错误？最可贵的是有过失，不要害怕，应该勇于面对改进，如此才能通过此关的考验。列入善类，修道人只要能够通过层层的考验，之后自然能有成就，而逃脱苦海沉浮的苦楚。古今谁无错过误，但改入善科。一论语卫灵公篇，过而不改，是谓过矣。二论语学而篇，君子不重则不威，学则不固，主忠信，无有不如己者，过则勿惮改。三先哲之过，能改善莫大焉，科成过后苦海淘。三士农及公假至心，常念福德高和家贫安万事和。无论是农工商，只要是有志之士，能够成心，经常念诵此部偈，恭活佛就是真经，必然能累积高深丰厚的福德，而且全家人都能获得平安，万事都能和谐而有美好的成就。士农及公假至心，常念福德高。一口念手抄，敷衍了事，实难以奏效。二用心念，还要在日常生活实践。三念经不如解经，解经不如照经行，阖家平安万事和。四经文虽浅近不可，是为顶上云凤行真，经脱苦轮。虽然文字和道理都非常浅显易懂，但不可因此而轻视敷衍，看城头顶上飘过的云朵，不加以关心，应该要以真心诚意来奉行。真经的真谛，才能脱离六道轮回的苦海。经文虽浅近，不可视为顶上云凤行真，经脱苦轮。五心诚前拜送消灾，解厄离苦障逢凶化，即定真祥。念诵真经的态度，应该要心地虔诚，用心礼拜后再念诵，才可达到消灾解厄的功效，脱离痛苦的障碍。如有遇到凶险，一定能够逢凶化吉，获得真福吉祥。心诚前拜送消灾解厄离苦障，逢凶化吉，定真祥。四结语突破难关，既恭活佛就是真经领悟，后学李文雄。一前言突破难关，己利加外利。外利一有形外利，
二无形外力。新闻，新闻，女巫，敏。理师，预言错误将受。法律，财罚。人世间事物随人心而不同，但真理永不变。占卜求签，陈则灵。本段主旨：一、真经持；诵要诀；二、诚心持诵真经，功德无量。二、本文朝夕诚心念，心明神，轻身不颠，万病解，孽不缠，念经心头正，驱邪除，会事安宁，福禄甘源。亨利贞，诵此活佛经，福慧双增长；诵此活佛经，子孙的安康；诵念活佛经，功名利禄的平步；诵的真经文，永世化未及。若为父母诵，父母的长寿；若为王化念，王灵的超生；若为病友求病殃，病殃的安全；全家老幼同生念，老幼保安康。三、经文解说。一、朝夕诚心念，心明神，轻身不颠，万病解，孽不缠。星号朝夕，早晚一日，中日二六时钟。星号明，光明清无染，身肉身言行举止颠摇动不定不正。星号万病，所有有形无形众生之病，生病与心病。星号孽，三世因果业障。持诵真经秘诀仪，沉而不息。星号至诚无物无私。星号诚者，真真心，无虚假，诚于中行于外。星号修行典故，行善修行，心诚感召护法。二、念经心头正，驱邪除，会事安宁，福禄甘源。亨利贞，心号心头存心，心所思所念。心号正，不邪不邪，端正合天理。心号会，有形无形不净之物。星号安宁，平安安定，事事顺遂，没有意外，不结外生枝，平地起风波。星号福，富贵受考，幸运无形。星号禄，奉给官奉有形。星号干，干卦易经六十四卦之首。星号元，亨利贞，元象创始，想象亨通，立象祥和，真象兼真，周而复始，无穷无尽。星号干，纯阳，至刚至健，自强不息，象自信，佛性。星号元，亨利贞，春耕创始，夏云亨通，秋收祥和，冬藏兼真。星号天道往返，循环不息。星号人生在世，皆在因缘中流转，先有人能自主。星号善则善循环，恶则恶循环。
星号善循环 PK 恶循环。星号大学云一尘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星号实力后悔莫及的小偷，星号作弊霸凌世人，深值得回忆的是还是终身的污点。持诵真经秘诀二，星号纯正而不邪，自强不息。星号一云，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。星号一云，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；积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。星号善恶业加环境加自己。三，诵此活佛经，福慧双增长。诵此活佛经，子孙得安康。诵念活佛经，功名利禄的平补。诵的真经文，永世化未及，永世终身，生生世世，世世代代。星号持诵真经功德何在何来？星号自信功德加诸佛庇，应加祭佛加持。星号功德何来？星号为何讲学经补助学电脑不用钱？何乎标准即可？星号持诵真经，心应心，自然感应诸天仙佛，济公活佛庇佑。星号念口念耳听，心念意受，星号的者得其真意，力行不辍。星号学习的目的，幼稚园、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、博士、博士后研究。持诵真经秘诀三，星号口念心专身行身，口意一贯无碍。星号彻底实践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星号修行典故，唐白居易 vs 鸟科禅师，三岁小孩也知晓，八十老翁行不得。四，若为父母诵，父母的长寿；若为王化念，亡灵的超生；若为病友求病殃，病殃的安全；全家老幼同生念，老幼保安康。星号回向尽孝，念经回向父母。星号百善孝为先，孝义为人道之始，为人之根本。星号亲口吃素功德可以回向给父母。持诵真经秘诀四，正己成人。星号人生如何真快乐？星号持诵真经要回向才有效果。星号实行跟着做，主动作带动。星号自己立稳出发点，内则孝敬父母有爱兄弟护佑夫妻子女，下则福音九玄，上则回向七祖外与亲友护扶持，得及所有灾难疾病痛苦难广布大道。四，结论：师尊老大人圣训，修道路就是如此，一分诚心，一分感应，万分诚心，万分感应。
没诚心就没感应。是肩上祸福，福利早注定，且入无门不平，出无门不复，每日能平安度过，修道开心，每日如弥勒佛一样笑。嘻嘻，任谁笑耳癫，任谁笑耳傻，然为师。如此疯癫又傻，不也是受到这么多人膜拜，所以未来想成就时，魔果位就在自己造，创造一个弥勒家。活佛老师词语调记，定做一个天堂，真理是生命永远的希望，新灯是照亮大的光芒，时代的天使热血在胸膛，要融化冷冰霜，发挥力量，为世界创造永远的安详，团结一致普成河。邪的乐章，用我的爱来净化每个心房，用你的心来美化每个地方，我们共同度化每个元廊，创造一个快乐天堂弥勒家。道场是众生温暖的靠港，修道是成就千秋的辉煌标准的天，使要迈向新纪元，实现理想，为众生开拓无尽的康庄，伟大的使命，共同发心来担当，用我的爱来净化每个心房，用你的心来美化每个地方，我们共同度化每个元廊，创造一个快乐天堂弥勒家。济公活佛就是真经。零六，后学陈永弘。一、前言。二、本文。诵念济公真经，免灾。又萧南诵的济公真经，觉悟第一仙。真经广布十方界，诸菩萨同赞曰：济公活佛大慈悲，为救九六众元灵了人生死生路。济公活佛曰：家中有本真经，可保平安，不诵此经，奉上神桌，却保耳，除邪魔永消灭。真诚诵此经，不经说经典，功德无量，福无边，老幼康安，寿延年。弟子追抛欧稽首顿首奉恭请，南无大慈大悲求苦救，南济公活佛时叩首，南无大慈大悲求苦救，南天然古佛时叩首。三、本文解说。一、诵念济公真经，免灾又消难。诵的济公真经觉悟第一仙。解说：心号能够诚心念诵真经，可以消除三灾八难，永远免除灾难的四虐摧残。心号能够诚心念诵真经，要能用心去钻研体悟内中的真谛，以能觉悟为第一优先。心号所谓觉悟，是觉醒了悟集体的真理，开发真智。觉悟乃是空无生无而离自性之相。心号释迦佛舍太子为出家学道，勤行精进，觉悟一切种智而谓之佛。二、真经广布十方界，
诸菩萨同赞曰：济公活佛大慈悲位，救九六众园林了人生死生路。解说：心号此部真经十分灵验，足以广布十方世界，只要大家都能念诵并依经实践，必可救度所有众生出离苦海。诸尊菩萨对于济公活佛垂下此部真经，皆同声赞叹说：济公活佛大慈大，为了救度九十六亿园林，降下此部真经，希望众生诚心念诵实践，借以了解断除人生的生死路，以达到无余涅槃，不再受轮回之苦。心号所谓九六众园林，九在意中未阳的代表，六未阴的代表。园林是指圆胎佛子，此乃指宇宙包括阴阳在内所有的一切众生。所谓了却，是说了解真相并脱离相。所谓死生路，是指生死轮回的道路。众生轮回是由于惑业之因，贪甜吃三毒而招感三界六道之生死轮回，有如车轮的回转，永无止境。三，济公活佛曰：家中有本真经，可保平安。不诵此经，奉上神桌，却保耳，除邪魔勇消灭。真诚诵此经，不经说经典，功德无量，福无边老，又康安寿延年。解说：心号最后济公活佛向大家宣说，家中拥有一部济公活佛就是真经，可以保你平安无事。纵使没有时兼念诵此部经典，只要将此经供在佛桌上，也可以确实保护你去除邪魔的困扰与危害，永远消灭，不再作祟。只要真诚念诵此部真经，应经部施经典，并能将此部经的真意向大众宣说，可获得无量无边的功德和福报，全家老少都能获得平安健康，延年益寿。心号这一段是济公活佛的嘱咐与祝福，希望有缘接触此部济公活佛就是真经的人，能够体会济公活佛的就是苦心，生怕重生缘薄，信力不足，不能相信持经诵经解经行经的功德。所以从最简单易行的方法说起，即此一步一步带领我们引出迷途，已入悟境。绝对不要怀疑济公活佛所说的这一段话，更不可误解其苦心。在这一段修成中停留中途太久，以致半途而废，前功尽弃。心号不要误以为家中有一部真经就可保平安，或只将此部经典供奉在神桌上就可以或出资印制经书分部各处，以为获得功
得就满足了，当要生。解念诵的真意乃是心口如一，以心行应，正其精真地位就近。心号所谓家中有本真经的真意，乃是指肉体内的这一家主人是本性，要依真经降服诸多身内的不良习性，才能获得平安。无事降服众念之所生，才能发现真主佛性的智慧。心号从世事观察真理，都是藏在深处，并非一蹴可及的。当一个人尚未理解事情各中的道理，不可知道与我们的关系，往往是漠不关心、置之度外的。如果没有诱因引其入理深究，恐怕永是无缘接触真理的洗涤。是以济公活佛透视世人的心理，鼓励我们虽然没有时间念诵，只要将此部经典放在神桌上，就能产生保护以及消除邪魔的效果。他是希望借着供在神桌上，就有机会去接触接着念诵研读施行。心号如果将神桌的真意去探究，释放至神明的桌子，我们的内心释放至元神之处，可见济公活佛是要我们从字面上再深入探究真经，不在字旨上，必然是在内心的元神中。是济佛借此真经唤醒我们的元神真性，才能消除邪魔，保安康。绝对不可依文解字而误解济公活佛的苦心。心号念是经口心的合成，经是当下的意思，修行必须掌握当下的真心，是以念字是要我们当下借口念而入心，产身心口如一的效果，也就是对于真经的内容要能说到做到，口说心行才是修行的真意。心号不经说经典，是要我们借着印制经典分布四方，让有缘众生能够取得，进而宣说其中的真意，让大家真正明白济公活佛垂示此部经训的用心，不可辜负他老人家的真情实意，让这种美意变成浪费，如此才能获得无量无边的功德，安康寿延年。粗浅的含义是保身体健康，益寿延年，其实是指心性的境界，而非色身肉体，这是已入真知的领域。老子在《道德经》第三十三章说：“死而不亡者寿。”又在第六章说：“古神不死，是谓玄牝。玄牝之门，是谓天地根。”这是说明，唯有让本性复活，才能得到永寿而不亡。四弟子稽首顿首奉恭请
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，南济公活佛十叩首。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，南天然古佛十叩首。星号解说：南无是皈依礼敬的意思。济公活佛天然古佛的圣号，都是济公为了救世度人所成就的应化身。其实济公天然都是本性的作用，只要人人修智回复本来面目，就是真正归依济公活佛天然古佛了。四结论。老师曰：觉悟是唤醒自性，不要再沉迷于六道。觉悟是看清自己，不要再迷糊于世道。觉悟是净化自心，不要再静营于红尘。觉悟是安顿心灵，不要再不安于本位。觉悟是融合周围，不要再拒人于千里。觉悟是善待一切，不要再逼人于不安。觉悟是无限感恩，不要再傲慢于自恃。觉悟是时时反省，能使清净永驻安详。命运的穷通祸福，请问您看清楚了吗？